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一普通话的课堂，我是 Cecilia。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见。见，这件衣服不适合我。这件衣服不适合我。每个孩子给母亲带来一件小礼物。每个孩子给母亲带来一件小礼物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谢谢。